喂，老杨，你看爱之以往站的那篇文章了吗？铁窗关不住，相爱到永远。你在听吗？我今天不发脾气，我只是想关心一下你。虽然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没有夫妻之情了，但是亲情还是有的吧？还有同窗之谊。 我能不关心你吗？你一关心我就紧张啊！你紧张什么？我只是要再一次提醒你要认清齐小华的妖精本质。我不是在骂他，你看了这文章说了没有？啊，他跟刘必定有永恒的承诺，要相爱到永远。那请问你杨柳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心停了。 喂，孙总，出大事了！集团款要不回来了，我通过关系了解了一下，周到原来批单的一亿三千万，人家现在不付款，杨柳突然下了一道死命令，连来完款都不付了，我不知道里面出了什么问题。你直接找杨柳，啊，他要不给你就赖在他办公室不走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杨柳是你同学，你能这么做，我不行啊。孙总，我的意思是你现在不要去红星厂了，资金现在是个大问题，你马上回来。 我在韩总等你，我都跟任总约好了的，这真要命。任总啊，我今天过不去了。什么变化？省里变卦了吗？不让你们分出去了？不是不是，我任总，你别担心。严哥会先过去，我们还按照原计划正式向唐家和汇报我们全面合作的计划，明确提出。 将股权转让给北极，然后呢？然后就盯着唐家河，看他作何反应。我们再随机应变。行。